哀家还未尽兴，淑媛是否献舞一曲，为大家助兴？好，好。人家献舞，你高兴个什么劲？你懂什么？我就是个平平无奇、氛围制造小天才。太后，淑媛想跳的是边塞之舞，冠有琴音，恐怕太过旖旎。 下次再把本宫推出去试试。我错了，小腿根。魏郡主，舞姿清绝，不知还有哪位愿意上台献艺呢？太子妃请求献艺。不不不，小女子才艺不精，下次。再说，身体不适。你哪儿不适？ 皇兄如此宠爱皇嫂，看来皇嫂之才，我等今日是无福见到了。好你个炮灰三皇子，是个老阴阳人呢。三弟的意思是在说本宫的太子妃恃宠而骄吗？臣妾不敢，只是皇嫂早不病晚不病，偏偏要到皇祖母赏意时才生病，这岂不是扫了大家的兴致？你，三皇子言重了。双双上台便是。